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面包车由南向北行驶而来。就在他准备右转弯时，车尾突然腾空而起，发生了侧翻，随后紧邻的面包车也飞离了地面，撞到了后面的小轿车。同时由北向南驶过来的一辆轿车也弹了起来。记者赶到现场发生前一刻的监控录像，画面中显示一辆环卫车由北向南通过路口，就在他通过斑马线大约十米时，三辆车突然一跃而起。原来环卫车底盘上有一个旋转的扫盘，正是这个扫盘缠住了钢丝，最终绊倒了三辆路过的车。